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十六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党持续沟通、真诚合作、深化互信、求同存异，共同增进两岸人民权益福祉，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开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多年来，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当前台海形势寓益复杂严峻。 期盼两党把握大局、体察大势、坚守大义，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为台海和平、同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共同努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 五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也发来贺函贺信，期望两岸同胞汇聚智慧、和衷共济、携手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